全员加速中的海外粉丝们，大家好，我是张亮，我是邓萃雯。大家好，我是海涛。我是明道。大家好，我是叶璇。想要看我在全员加速中的精彩表现吗？敬请订阅湖南卫视芒果 TV YouTube 官方频道，精彩多多，福利多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订阅哦。加速纯真，好味不断。欢迎收看由好味道不添加蒙牛纯真酸牛奶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被盗走，关系着我们这个城市千千万万人未来的发展大计。帮我把它返回来。梅小雨变身，走了。长沙五壮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加速侠，有点意思。来，我现在怎么办呢？我不懂五线谱，我走了也没用。那个是坏人，站好。我们要线索。那恭喜你们，终于找到这儿来了。我变。这局游戏吧，加速侠。全员加速中合作伙伴，唯品会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全程数字无损音乐手机，乐视超级手机，灵感源自螺丝起子酒的 Real 五度本味，纯正酸牛奶，全员加速中，全员加速中，好味继续。欢迎收看由好味道不添加蒙牛纯正酸牛奶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感谢合作伙伴唯品会，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乐视超级手机，全程数字无损音乐手机，灵感源自螺丝起子酒的 Real 五度本味，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座城市都有一群勇敢坚定的守护者，在现代都市的日常琐碎里，超级加速侠，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外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愿意随时等待召唤，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守护这个城市的能源水晶和梦想蓝图。任务一，找到电话亭，变身加速侠。要变身了，有机会就要抓紧啊！加速队员纷纷收到指令，必须尽快赶往三馆一厅的能量电话亭，完成加速侠的变身。满满的都是能量。这把酸奶瓶套身上穿了吗？应该叫纯真侠了。去！去！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敌人有本事过来呀！有没有很威风？在这个奇迹时又发生的城市里，十位加速队员变身加速侠，每人拥有2颗纯真之心，纯真胜利币仍以每秒50递增，在140分钟游戏结束后，只要完成终极任务，就能获得42万纯真胜利币。
获胜加速队员累积的纯真胜利币将与场外观众筹集的纯真胜利币一起注入加速成长公益计划，为贫困小学送去图书和一年的纯真酸牛奶，支持你喜欢的明星加速队员参与公益计划，扫描纯真箱内二维码助力加速成长公益计划。游戏区域又三名猎人正在搜捕，还是那句老话，千万小心呐、啊！你知道，当超人很辛苦，就是不能上厕所，因为没有拉链，躲就好了。因为我今天有一个重啊啊！快啊啊！啊这不是真的，我怎么那么快就没有一颗星啊？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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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长沙五壮士，嘟嘟嘟，来嘟嘟嘟嘟，当当当当当！哇！被抓捕剩一条命，呵呵呵呵。田亮被抓捕剩一条命，这才开始多久，队员们就不断遭遇猎人暴击。小伙伴们，就算变成加速侠，猎人也不会跟你客气的。近日，街头出现了一群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市民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加速侠。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要去采访其中的一位加速侠。请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加速侠就是保卫这个城市。大家看到了，加速侠的加速侠，谢谢大家。失窃案件，请加速侠速去协助侦办。规划馆，哦，那就那儿规划馆。我们的任务来了，第一个案子必须要办好。他不是村长吗？因为我的村长干得比较好，最近我已经提升了。你要提升了？我就是这儿的馆长。馆长好。这次请大家来呢，是要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我们这个规划馆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被盗走了。哎呀，这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偷着干嘛？这又不值钱。它关系着我们这个城市千千万万人未来的发展大计。哦，那真是。这重要。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馆长，馆长，我有事向你汇报。这是监控录像刚拍下来的画面。是不是有内贼呀？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那个贼，跟咱们穿的一样。谁呀？跟咱们穿的一样，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是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线索，还有一个就是双卡双待，联通、移动和电信都可以使用的乐视超级手机。哦，遗落在了现场。用我们乐视零污损音乐耳机来听一下线索。哎，这个怎么只有一个口啊？哇！没有，可以吧？你可以，可以，可以，咱俩是个心连心，耳连耳。这评书。好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抓紧时间行动吧。大家加速。有内贼。刚接到破案的艰巨任务，又突然出现6个猎人箱，什么情况？加速侠需要根据汉字和乐视手机音乐的提示获得6位数字号码，同时获得被盗物种。
广场上有六个猎人箱，十分钟后将全部释放。队员们必须根据一个测字和乐视超级手机播放音乐的提示，找到六个数字密码，输入装置，封锁猎人箱，并获得被盗物品的重要线索。只有短短十分钟，也太难了吧！它一边是书，一边是音乐，等于可能是两个场馆，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书。所以要去音乐厅或者去图书馆，其中选一个。我去音乐厅吧，你去音乐厅。仨咱们去音乐厅吧。音乐厅。刚才小宝说放的是《浏阳河》，悄悄跟我说。我去音乐厅。我音乐不好，我认识了一个测字。我去图书馆了。嗯。你去哪？图书馆。图书馆，等我，我跟你走。队员们根据仅有的两个提示，决定分头前往图书馆和音乐厅，寻找六个数字密码。林云，快快快，我来了，走走走，别着急别着急，走，哥几个都在呢，走走走走走，哎哎，快，猎人将按照各自横纵路线进行巡逻，横或纵线内出现了加速队员，猎人将启动。音乐厅内有四名猎人，将按照各自横纵路线进行巡逻，若巡逻的直线范围内出现队员，猎人即刻展开追捕。队员们必须在音乐厅的若干份乐谱中找到乐视手机播放的《浏阳河》乐谱，解除密码。怎么着，杜老师看见什么了？好多。女走动，男走横。哎，但如果是他直走纵的话，咱们在这儿是没有人抓，根本就，咱们只要一层一层走就行了。但他们是换道的啊，他们换吗？换，对，他们随时在换，他们是随时换道的啊。现在换了就，来了，又。男的是横着走还是直着走啊？那个女孩要抓紧，杜海涛别出去，杜海涛，没事，我在这儿。太吓人了。直走还是横着走？哎，你脑子塑料的，真不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跟着我走。把队员都绕晕的抓捕规则，不计其数的蝌蚪音符，真是让人实力蒙圈呐！图书馆，这儿。居书上市，抢先看，找这本书。四楼社科文献借阅室。OK， 电梯。叮咚，能来图书馆的都是有文化的人。哦，这我们要小声一点。瞬间。四楼，哎，这，你看我这眼神还好使了今天。我。社科文献，那么巧，刚刚好你没在这啊。他看一下规则，加速队员进入图书馆带上分贝仪警报器，图书馆中有静音猎人巡逻抓捕，所以我们要很小声。队员们必须在这个恐怖图书馆的茫茫书海中找到《测长沙》这本书，再从中探寻线索，解除密码。图书馆中有三名猎人，若队员行动时发出超过60分贝的声音，警报即刻响起，猎人循声抓捕。现在我要测试一下这个分贝，老婆我爱你。啊！不行的。啊！就连跑步声音都有哎。啊！哇啊！哦，所以他就是在这儿，我们就安全了，对吗？对。OK。小心啊！哎呦，猫！
说，咱们就往下，往下，往下，往下。我现在怎么办呢？你现在就别跟猎人走一条线就行。我好累呀。哎，对，你刚才听的是什么呀？浏阳河，浏阳河，浏阳河，浏阳河。先上台，看不见，我不懂五线谱，我走了也没用。关键上台安全啊！我看一眼，噔噔，不对，我的中国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明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要记住所有红的地方，快，阿萨，过来过来过来，它有些地方有一个红色的，咱们要记住的可能是这个东西。哎，这里也有红色的乐谱。那就找那首歌的嘛，找那首歌，找到那个浏阳河的那个谱，那个谱上面红的才是真正的密码。找带红字的，带红字的浏阳河。这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太吃亏了，完全不懂了。这么密啊，是啥歌？哎，这是只有一个音，当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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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fantastic！ 哎，为什么会怎么就谱里还有说唱啊？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我也没听过那首歌。反正把全部的谱都拍下来就好了。好恐怖，他一直盯着我。咋的？你还跟人绕眼儿？有事儿？拉，没有红点的那个。哎呀！你们都把路封死了，你说你去下面看看呗，下面那么多人，你就在这晃晃晃晃晃，逮完了都散干净了。有浏阳河三个字。拍到了吗？我拍到了，好像是那个了。来，我上，先上来，先上来，先上来，看一眼。要小心啊！四号。对，就是这个。找到了，红队长 ，OK 了是吧？啊，对。三四五六六。六二四六。但这个像斗，但又没有横杠。那就是二四六呗。咱们这边只能知道三个，那边有三个，咱们得合并起来。对，那赶紧走吧，没时间了。走吧。什么？
你说什么？哎，你说，你好。就是，紧接着就是三三，中间的，中间的书肯定被谁借走了。全员加速中合作伙伴唯品会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全程数字无损音乐手机，乐视超级手机，灵感源自螺丝起子酒的 Real 五度本味。纯真酸牛奶，全员加牛奶，全员加速中，好味继续。这里是由好味道不添加蒙牛纯真酸牛奶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感谢指定产品特步飞一般的感觉，以及指定明星座驾一汽马自达未来派轿跑 SUV CX4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中间的书肯定被谁借走了。好不容易找到测长沙的存放位置，却发现书被借走，看来又要在茫茫人海里大海捞针了。此时救命的六个数字密码却只找到三个，时间仅剩三分钟，如果六名猎人全部放出，这还怎么活？是不是要等他们的人过来咱们一块输啊？先把咱们输。二四六二四六，好了好了好了，确认吗？不不不用，等、啊、得等他们一会。行。确定确定，有了，不要问了，找到了，快出来出来，有了，不要问了，找到了，快出来快出来，线索找到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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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你赶紧输五八九，五八九。哎，为什么确认不了？被他拉出来了，这关键咱们不能确定他们对不对啊？我们是五八九，按书的那个翻译。他们是按书的翻译是五八九，没错的。没有。二四没有，这个是一。一四六。一三，试一下，一三六。我跟你说，我确认了，开了！我知道了，
是你那张纸是对的，你给我们看那张纸是错的。这是哆，然后这哆瑞咪。这不是咪，姐姐哥，你看一下他那另外一张图，那他就给错谱子了，刚才。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老师你不识谱。是大老师你不靠谱。好吧大老师你在这你不走了走了他啊，快快咱们前往地铁一号线，咱们我们撤了吧。前往地铁一号线，好，赶紧这儿太不安全了，太不安全了，走。为了找回被盗的城市蓝图，加速队员马不停蹄，从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新地标三馆一厅，来到还未正式投入运营的交通新轨道地铁一号线。这是地铁，正在保卫城市。这是地铁，他们嘞。这儿，地铁一号线，快，这边。加速队员集体进入地铁站台，完全不知道那个盗走城市蓝图的神秘人正悄悄监视着他们。等等，这明明就是馆长啊。你们才到这儿，我都等得不耐烦了，陪你们玩玩吧。快走！车啊！不是你，安全了！安全了！怎么这么多猎人？全是猎人啊！车有猎人，车有猎人！哎，你们看车厢里全是，我的妈呀！全是，那边全是猎人，不是啊，都是猎人，怎么办？地铁运营已被控制，想要获得被盗物品线索，队员们必须穿越布满猎人的四节车厢，拿到两张通行卡，恢复地铁正常运行。两名猎人正在第一节车厢巡逻，只要看见有任何队员没有坐在座椅上或者坐爆座椅上的气球，都会对其进行追捕。没有空的，很远，中间没有空的。你们要开始了吗？准备吧，开始吧。亮哥已经过了，你别做碎了啊！我会爱惜的。亮哥，你已经出发了。那儿是不是有个气球？那里有一个。我腿要爆了！他干嘛看我？我有坐着。咱们就这么换着走啊，大哥。你在那儿干嘛？
了，被抓了。我没命了。哇，吓我一跳，还以为气球爆了呢。我被淘汰了。你被淘汰，你太快了吧。艾拉，你没了吗？我没命了。第二节车厢增加到三名猎人巡逻，难度升级。两个抓我一个。哎呀，好恐怖啊，怎么落进啊。大东走。前面的队伍太长了，过了20分钟了，我还站在这儿呢。我们也过了好几十站了。我等大东的位置。对，大东走啊！我要走啊！走。大东伟，大东伟，走！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快来救我，你们要往这边多坐点，这样的话就猎人全围着我走。哦，脚很酸呢。你看四眼相对，亲吻他一下。好，这个很难的。我感觉我的生命是最后把气球坐爆为止。小心点。我快疯了。哎，阿萨你脸色发白了。对，好刺激，好刺激啊。我给你挪了一个，起来。踩到我脚了，猎人，你疼哎。已有三位队员到达第二节车厢，而第一节车厢的队员们都不敢轻举妄动，猎人和气球都像地雷，一碰就炸。气球爆掉之后更容易。你们俩走，你们俩不走，我们走不走？跟他拼一下，天亮。跟他拼一下。有一颗，但是过不去。好。对对对。好样的，太危险了。差一点，好危险。
田亮率先到达第三节车厢，两名猎人只要看见任何队员双脚着地，就会即刻展开追捕。队员们必须爬杆穿越车厢，幸好中途有两个安全岛可以落脚休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这样。太难过了，这个，太难过了。哇，他们前面那么顺利。哇塞！哎呀妈呀，你也太烦人了！哇！慢慢慢，对，别着急，别着急。我在这儿我都害怕了。师傅，差点被杀出去。干嘛呀？那看门的是吗？宝哥哥都来了。哎，宝哥你来了。抓女生，抓女生，女生抓女生，女生抓女生比较公平啊。抓了。女生抓女生比较公平，女生比较好抓，女生比较好抓女生。哇塞，纯哥！我吓死我了，你！他一直看着我，很累啊。当然啊。很累啊。那这么一直吊着也很累的。哎，他没追我。如果他追我，也可以把你过去了。留安全岛。这个猎人巡逻太密集了。纯哥，这是冲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对啊。快来救我呀，你们！我知道。
等他转过来，然后我引开他，然后你就冲过去。我在这呢，我站在那。哎呀，我。现在只能是他回头来逮我的时候，你就尽量能多跑多跑，要挂住。好。什么东西啊？宝哥转地道了。出不去。你现在最快的方式就是坐我这座上，对不对？知道知道，对吧？只有你躲了我才能坐。行，我我好难受啊！别坐！哎呦，可以可以，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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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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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我跟你说，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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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我跟你说，炸！哎，不管怎么的，你是睡过下铺的人，超难受。你让我现在掉一下试试。嘻嘻嘻。林远，就在他回身的时候看不见你就跑跑再跑，快上来！来来上来！对对对，棒棒棒！等我们过去了，你们再接着走。哦、Hello， 我有点过不去了。真的假的？对对对，我在这儿看着你，估计会好一点。这个回头率也太高了吧，那个猎人。先拿一块啊，大东还有一张卡啊，该我该我该我上该我上，准备好打我配合咱俩，你必须荡过来，你没有选择，只能荡过来，你跑不了的，这他太密了。掉速了，哎呀掉速了，一定掉速了。为什么要一直在这儿吊着一些这么近你先出来吗？对啊，你太牛了，
你胆子太大了你啊。两张通行卡被田亮和汪东城拔出，地铁将在五分钟后进站，进站前没有到达终点车厢的队员将被猎人直接抓捕。抱着也不错，对，我也觉得，互相鼓励。对啊，我好累呀、啊。我也好累。哇，你简直是女侠！来出手吧！你现在是超级玩家呀！我们至少吸引了一个猎人，你们就放开过来吧。过，来了，好。我已经太尽力了啊。宝贝，你是不是惹人家了？你说。哪有啊，我哪有啊，我哪有啊。郭晨呢？宝贝，你往哪放呢？宝贝，我没办法了，我真的没办法了。什么意思，宝哥？不是，我不是故意，我疯了，我都没办法了。哎、宝哥，你什么意思，宝哥？哎，宝哥，哎，宝哥，你干啥、啊，宝哥？哎呦我的妈！宝哥，你刚才什么意思，宝哥？宝哥，怎么回事，宝哥？快过！对，哎，小宝，你现在就可以过来了。好，疼！漂亮，棒死！跑，小宝，这种状态可以跑的，快走！漂亮！地铁即将进站，还有三位队员没有进入终点车厢。来，漂亮！耶，漂亮！跑来了，漂亮！海涛，来，这就完事了。漂亮！我喊你来，宝贝喊你来。来吧，我们开始又庆祝一下吧。我们得庆祝一下。加油，江苏侠！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顺利地解除地铁危机了吧？手机响了。站台上有一百名黑衣路人，100个。三名猎人混入其中。
地铁站台上有100名黑衣路人，3名猎人混入其中。站台上共有4张地铁通关卡，加速侠只有获得地铁通关卡才能离开站台。现在还有4张等待主人的通勤卡，其中2张在安全位置，另外2张却在猎人背后。只有拿到通勤卡的队员才能离开地铁站，没有通勤卡的队员将被猎人直接抓捕一命。听起来好残忍啊。还有9个人，现在我们只有4张通行卡，再加上我们2个人的，一共就6张。7个人拿4张，有3个人得死。走了走了。啊，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分别了，有包包的是假的，然后真的是没有包包的。有道理。哦，那个戴耳麦的，那个通关卡，通行卡在后面，通行在背上了，在背上。阿啾，有猎人，真猎人。3名猎人有100名黑衣路人做掩护，想要拿到通行卡，得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了。感觉好像被包围了呢。我觉得他们都长都长一样，好可怕。哎，没有卡的怎么办啊？咱们就被。我到了。什么这么危险？赶紧走。哎呦，阿三那么快就拿到卡了，厉害！对，他是冒着一颗星的危险去拿的卡。他真的是胆很大，我发现。哇！耶！我觉得我刚刚有点扭到了。终于见到了光明。没错，又见天日，有一种凯旋归来的感觉。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又聪明又运气好，而且刚刚才被拿走一颗星。咱们应该是2、4、6一人一辆吗？一人一辆。 OK， 只有6张卡，只准备了6台车，一会儿见。没问题，待会见。有了这张卡，我可以暂时嘚瑟一下。好，上车。已有3位队员成功离开地铁站，还有5位队员在站台里苦苦挣扎。通行卡只剩3张，拿不到的队员将被猎人直接抓捕一命。那卡在哪放着？我怎么看不见啊？已经拿了一个。那儿不猎人？不是，那个猎人抓不抓不重要，关键是在于不是要把他那卡给撕下来吗？
叫我抽卡小能手。这没用卡的，快快快，抓住他！地球命，换张通行卡。啊？哎，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没有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刷卡走了呀？你怎么拿到的？在猎人身上贴着的。我现在有两个卡了，我可以救人了。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男神。你男神不是宋小宝吗？嗯，你是我的第二个男神。你找着卡了吗？找着了。在哪儿？都让我拿走了。大老师，啊，大老师，我都拿走了，大老师。你都拿走了，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我就准备出去了，大老师。那没有卡了，等于就。为什么？什么声？哇！什么声？啊！你们俩都有卡呀？啊！哎呦喂！你们就好好活着吧，我们在地铁里饿不死。所有卡都已取得，没有获得卡片的队员将永远留在地铁站。你找我干嘛？千辛万苦才活下来的六位队员正乘车赶往橘子洲头，继续加速侠的指令。橘子岛吗？啊，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任务点了。耶！欢迎来到美丽的橘子洲头。有没有猎人呢？六位幸存队员陆续到达橘子洲头，寻找被盗物品。六名猎人也同时出现，今天的压轴大戏开场了。亮哥，我们一条命要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你看到猎人了吗？过来了。去哪里啊？现在猎人过来了。猎人正对着有猎人。我的天，这么快就有猎人了？有猎人，好多猎人，好可怕！猎人来了，过来了！妈呀！哎，难道是有任务？被盗物品就在无影迷宫中。要想进入迷宫，必须按下正确颜色按钮。正确的按钮线索就在鹊桥附近和现场小火车当中。在市民中有20名通报部队，正在寻找我们。加速侠一旦进入其10米范围，他们将拉响警报。哇，又有通报部队。橘子洲头有座诡异的镜子迷宫。想要进入迷宫，必须拍下正确颜色的按钮，而相关线索就在鹊桥和小火车当中。在此过程中，队员们不仅要躲避六名猎人的疯狂搜捕，还要提防隐藏在游客中的20人通报部队。若队员在他们10米范围内，通报部队就会吹响警报，吸引猎人。道具商店开始营业喽！搜集散落在各处的纯真胜利币，才能多买些物超所值的实用道具。田亮，哎，
鹊桥在哪里啊？鹊桥，鹊桥就在那个上面。鹊桥在哪儿？看。你你钻捣乱呢是吧你啊？那个是个坏人。可恶！拿去。啊，我还是到不了最后一关。橘子洲头视野开阔，一览无余，稍不留神就会被猎人抓个正着。只有尽快找到鹊桥和小火车上的颜色线索，才有机会走到最后。你好，帅哥你好，欢迎来到热调酒廊，叫什么鸡尾酒？这是鹊桥吗？鹊桥，鹊桥，是的，我们要找个线索。这样子的，我们这边今天有一个活动，只要你能够在这八杯鸡尾酒当中品尝出哪一款是 Real 经典螺丝起子鸡尾酒，我就有一份经典的礼品送给您。哦，有礼物。品尝夫人好。只有一个是啊？对对对。哎，你都往里吐什么呢你？你每一杯都吐进去了，我怎么喝啊？那你得喝出来，我反不喝了，没法喝。这个，你确定吗？我确定。是吗？啊，对的，恭喜！哇，太强了你！这是送给你们的精美礼品。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啊！礼品，这就是礼品。对对对，我们有的是啊。我们要线索。没什么不一样啊，哎，不一样，黄色的，这个是黄色的，记住黄色，记住黄色，记住啊，黄色，黄色，黄色，啊，这么明显，竟然没看到，哇，这多少钱？500，在一起的钱居然都需要减，难怪没有人给我们钱，500。直到最后，好不容易到最后一关了，我一定要坚持。你在干嘛？啊，刚才你找到小火车了吗？没有啊。刚才我们看那个鹊桥上面找到个线索，黄色。黄色。黄色啊，记住了。好，两个慢走。但我觉得现在解除不了时间。黄色。哦，有黄色。镜子迷宫大门有两名女猎人把守，如果拍下一次错误按钮，将即刻放出一名女猎人。我们现在只有5个队员，没有时间了。不管对还是错，我们也得试试。无论如何，我试一下。
来到 Real 调酒廊，我们这边还有另一份精美礼品，需要你来品尝一下。第一杯就是不同，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恭喜你，这个礼品送给您。这个是礼品啊。对的对的。果然不同啊，啊，所以他到底怎么了呢？经典，这就是 Rio 的台，要不我可能就歇了。就个二，就个二，就个二，这为什么会有个二呢？月，里面有字哎，什么意思啊？陈哥，有猎人吗？我这儿有线索，这个线索在哪里？在这里。马上。月。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先记住。队员们通过借条得到 Real 瓶盖中的两条线索，可还得找到小火车上的线索，才能推断出打开迷宫大门的正确按钮。而想要登上小火车，队员们必须在道具商店购买车票，并时刻提防猎人和通报部队。月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要那个颜色吗？对啊，月是颜色吗？现在道具商店已经开放了。对，咱们得找钱。哪里有钱啊？我找到了。你找到了吗？找到了。哎呀，但是是空的，我这也还是空的。哎呀，这也没钱，都被人打开了。搁地上的钱被谁捡了呀？唯品会特卖中。慢点，我差一个500，就5000了。有没有什么防猎人的？防猎人有啊，这个很厉害。你看看到了什么？看到自己。啊，对，如果你对着猎人，他也只能看到自己，就看不到你了。但只能用一次，只能在无影迷宫里使用。我就镜子。你要镜子是不是？能用，平常也蛮爱撞的。我们有一个打折墙，你撞多大力，说不定就有折扣啊。3折。3折。随着我们这个3折的价格，让你可以买更多的东西，还有这个静音。还有这个乘车卡，乘车卡，好，那我乘车卡，要乘车卡是不是？好，2个3折，所以你给我一共给我3000就对了。乘车卡，好的，去办公，好嘞，谢谢。好，哎呀，还有旅客，太棒了，太好了，一起坐车，送我加速侠，我还是要想办法。找到线索，找一下，车上会有线索，看起来是没有线索。我一定要玩到迷宫。就是在地上，就是这一块，还有那边都去捡钱，就对对，没错没错，快去，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快快，还这么快，快，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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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最棒的，加油！群众力量是伟大的，哈哈哈！除了看猎人，我还得找钱，有了钱才能买东西，好好买，你们有点样子没有？玩的不安分，我现在有2500块钱，应该够了。哦，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再生父母。好，我3折，1500。乘车卡。乘车卡。哇，好大力啊！2折。4折。哎呀，真好。这只能够保自己哦。只保自己。好，静音，别说了。1500。
上面跟我刚刚坐的那台车完全不一样，而且上面全部人都穿黄色衣服，难道有线索？忙活半天才发现，居然有两辆小货车，只有一辆载着线索，也是醉了。队员们赶紧擦亮眼睛，千万别上错车。开个门而已，要不要搞这么复杂？两辆火车哎，那大东刚才上的是一辆，那我应该上另外一辆。你有找到线索吗？完全没有啊，啊，完全没线索。而且你知道车其实是有两辆的，另外一辆上面完全全部都坐着黄衣人。什么车？亮哥，怎么办？把你那个票给我吧，我再上一次啊。大东说有一辆车上面全都是小黄人，全部都是穿黄色衣服的人。那辆车我没上过，估计有线索。那辆车上面绝对有线索。好。来了！亮哥试一试啊！好嘞。好了，出发吧。你们可以说话吗？我看一眼，看一眼。哎，这么多人，在看什么？这什么东西啊？你看有线索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这是刺的吗？他自己？这是个图腾。不，他画的，他自己画的。这边还有。这有什么线索呀？不知道吗？我觉得我倒可以按一下绿色吧。你觉得呢？还有什么呢？他们这儿看不出来。做了一个加号。十，我看看啊。十，轻。哎，两横一个十就是三横，然后下面一个月，那个是有个月的，就是青色。哦，那就是青色。青色，咱们下停车，停车。但是你们这个太有这个色差了，太有色差了，特别像个蓝色。这蓝色吗？这个不是蓝色吗？对吧？来试了啊，来吧，这个肯定没问题。开了！都准备好了吗？那就各就各位吧，出发。是偷东西的人吗？这个窃贼馆长，恭喜你们，终于找到这儿来了。原来他自己是内贼。馆长，你这说变就变。要找的东西就在你们面前的这套齿轮组里头，但是齿轮呢，已经被我给破坏掉了。配件就在我身后的迷宫里。所以我们要去找齿轮。想要找回被盗物品，队员们必须先通过栅栏迷宫，再到镜子迷宫找到备用齿轮，重新启动齿轮装置。什么？这个能动，这个能动。看着猎人啊，这个能动。他也能过来，这也能推。哎，这个能，这个能动。这儿进来，那可以，来，他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通过他，然后进去那边，进去那个门，对，来了，哎，又过去，回去。这可以。
好晕哦。对，你像有点脑容易撞上，这完全不知道该咋。镜子迷宫虽然让所有人都无所遁形，但也会妨碍大家辨别真正目标。任何队员的蛛丝马迹都会引发猎人一场对错未知的追捕，任何猎人的残影都会引发队员一场慌乱的奔逃。队员们现在的压力远不止眼前的四名猎人了。那你觉得此人要怎么找啊？不知道，我绕了一圈了。那头有点晕哎。对。进！我现在应该去哪啊？完全找不到人啊！现在太乱了，太乱了。我已经牺牲了，我估计在这儿。他来了。那边也有一个。你哥怎么转，完全走不到啊！他在中间。死了！这迷宫也太难走。我头好晕，我现在头好晕。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他说在哪里啊？直接小风扇就把它给转出来。早知道我刚才也应该跟着他转就好了。危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仅剩三位加速队员，可还没有看到备用齿轮的影子。这被盗物品能找得回吗？欢迎收看由好味道不添加蒙牛纯真酸牛奶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感谢合作伙伴唯品会，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灵感源自螺丝起子酒的瑞五度本味，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危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仅剩三位加速队员，可还没有看到备用齿轮的影子。这被盗物品能找得回吗？看的人好着急。
你们在哪儿呢？怎么办啊？有线索吗？大东，哎，我在这儿。我觉得好晕，我现在头都是晕的。真的很想吐。我就能看到猎人，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靠着这个墙，先有保护色。我小心把他转出来。感觉我一直转的一个地方，我迷路了。我找着了！哎，我找着了！找到了，在哪？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一转就出来，就拿着了。你快出来，我们在这等你。你们看见我了吗？看不到你啊，看我像一个太阳花一样。我看到了，但我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是重点啊。海涛，你在哪？你再举一次好不好？海涛再举一次。我在这边。哪边？哎呦，漂亮。走快点，我们现在掩护啊，就是要找出口。掩护，好，没问题。出口，掩护。出来了，海涛，海涛，这儿拿到了。海涛，快跑！哇，你减肥成功嘞！纯真好味不断，欢迎收看由好味道不添加蒙牛纯真酸露奶冠名播出的全员加速中。
大的在这儿，最大的应该在这儿，就这在这里。对对对。对的对的。哎，陈龙。哦，陈龙。来了。三二一，剪彩。来了。来了来了，芝麻开门。都开了开了哦。这里，在这里。干嘛？我已经藏在这里，就在这里。好，谢谢，这是城市规划图。这城市规划图。大家好，其实我就是上一代的加速侠。哦。你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危机都是年轻加速侠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嗯，虽然今天你们经历了重重坎坷和信任危机，但你们最后选择了坚持，这正是加速侠最宝贵的品质，所以要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加速侠。耶！相信有了你们的守护，有了这份蓝图，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美丽。欢呼吧，年轻一代的加速侠！耶、那凉的啊！冲刺！加油！加油！快！无畏！别动！快走啊！更多冒险，华丽上演。4月29日，全员加速中，和猎人斗，其乐无穷。猎人，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